迎来到我们2021的新年歌。那现在大概是早上6点左右。目前我们五位演员里面呢，只有我跟长乐还有思春已经到了。另外两位老安哥呢是会比较晚一个小时到，主要是因为呢有一个是睡不够，有可能会暴毙的朋友。那还有一个呢是刚动完手术，脸还在肿的朋友。所以我们三个就被迫提早在这边化妆先。请问你有什么想要讲的吗？哎，算了。毕竟年轻人还是要，还是年轻人吗？我说毕竟我们年轻人还是要体谅老人，所以呢把他们时间排迟一点是 OK 的，毕竟我们不想来上新闻。裴勇暴毙，然后 Danny 是什么？没有没有，裴勇暴毙， Danny 暴毙。哦，很贱耶，长乐下地狱啊。Welcome, Danny Aboy。 口罩拿下来。有比较好了，比较好了。听讲昨天 Danny 哦，痛到睡不着哦。我睡觉醒来，睡觉醒来被痛醒了。Danny 辛苦了，为了我们2021新年歌这么辛苦。拍个新年歌死两个人哦。请问化妆师可以帮我化特效妆吗？我要跟 Danny 一样肿。哎，祝你把我化小。我们不是一起化肿了吗？一起肿就不奇怪了吗？下面肿。脸下面，下巴什么？哦，来了，来快来了。上妆。上完妆我们上床，然后我们是头发洗了，老师小心一点，我的头发300块。在等待长乐变女装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导演，老师啊不我了，导演今天心情不好哦，看他不我了，你有信心吗？哦，火山小你不明白的话，信心，心里妹，宝贝加油，也很你妹，我今天可以用心拍 vlog 了，真的是烦死了。虽然我们还没有拍到一些新年歌的画面呐，但是在影片的前面要呼吁大家要看我们2021最新的新年 MV， 开开心心最重要。其实这个歌名啊，你懂为什么叫开开心最重要吗？就是单身也是要开心哦，就算分了手也要开心，就那不去行那不来，对，就算头发一直掉也要开心，就算动手术还要开心。这首歌是为Danny量身定做的，我们的2021新年 MV 女主角，我叫好了。今年呢，我要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你。那你的男朋友谁呢？Danny。裴勇，想问你自己导自己也是长这样？对，飞天小女警毛毛。哎，你是空姐 ，Come to Malaysia， 泰国航空，到底卡 Thailand Airline 卡。想不到整段 MV 的开始呢，就是由我们三位男神一起来演，不是两位男神，一位空姐，上我们一下嘞，啊。每次当了我至尊性的造型师就是他。你看那个高度，什么鬼了？女生长这样高，怎么你这样矮呀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梳下头发。你不要以为剪了爆炸头就可以变高，好不好？我真心觉得朋友东西哦，真的是大变了。他们选外套呢，真的是一拿要什么颜色，真冰感了。头发、脑夹发要什么，真这个。有一个总结啦，什么来？不然谁倒啦？你都是丑，有道理吗？下次呢？算了，没有话讲。仔细看哦，其实我跟 Danny 还蛮适合这个爆炸头，真的。我们的双胞胎这样哦。Danny cool， Danny 没穿裤， Danny whole story cool。裴勇哦，就喜欢拍这种戏啊，三个男生啊，现在那么多，他喜欢后面有阴影的东西。其实裴勇对我蛮好的，他给我在中间可以喝一杯茶，我就知道你很享受呢。享受中间的乐趣。Danny 没得选择。Danny 一看被吃，只能被吃。各位，我们这个 tag 34个 tag 爆，专业的演员就是不一样。这个更不需要任何演技。原来他们讲这个 salon 的大小，真的是有一点点。马来西亚还有这样复古的 restaurant， 哎 restaurant， 我来吃面呢。salon， 我是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哦。有空可以过来，真的是蛮复古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头发本来就没有太多，就不要乱剪。就不喜欢剪头发，真的不行，给它自然掉就好。还没有。书生继续吓到，你是吓到变发摇，就是所有的戏哦都是在呼吸之间，他是这样。对啦，这个就浮夸戏的精髓。但是你错了，敬畏在这里。You want action？ 对，其实这样辛苦，这么应该让裴勇再扮女生多一年吗？开开心心最重要，新年一定要热闹，愿你安好。我都怀疑你两个。
还有刚刚那段哦，我们已经要缺氧了。大家你们一定要用 conditioner 哦，不然很辛苦的。才早上九点半，我们的精力就用完了。等你跑后边帮我插电一下。哦，满电了。强强帮你插电吗？来吧，来我帮你插电。来吧。3, 2, 1。哦。人家好疼啊。好痛啊。哦，我来观众，现在我们要拍 ice cream 的 scene 啊。先讲啊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口味，完全还没有面试，我们是第一批吃的人。哇。书生不可以是第一个。没有人打给我了。很尖哎。很尖啊。人家好兴奋。真的。哎呀。朋友有人喂喂我，有人喂喂我，来我来，很浓哎，真的假的那么好吃？人家也要，我有了，老师，PPT 3, 2, 1，哇，美食专家 Danny 点评，吹吹了，跟你一样吹吹的，头发跟下面都是一样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美食专家讲话这样肤浅啊？吹吹的 ，No， 你要说什么？什么？现在我们趁书生一个人排的时候，我跟 Danny 长乐带领裴勇3-1的指导，因为裴勇忙到我没有时间睡觉，也没有时间练舞，但是他其实已经比去年好很多，你看他现在多认真。安好好好，我鸟子。其实你们觉得今年舞蹈也比去年难吗？我觉得容易。我发现一个关键点，你要讲你进步哦。不是，因为这次我们请老师，然后老师在想说我们一起参与，然后其实我跟裴勇哦，拍完这些新年歌可能以后不会有了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你包庇，一个是我们吵架了。为什么吵架？因为我们一直抢导演啊。哦，还好啦，我们好啊，不然像这样明年你们一人做新年歌。如果我跟强一人出一首呢，只有一个可能性吧，就是什么？那是很有钱。如何刚刚拍到？太难了，各位，我们真的太迟录音了，歌词没有背。哎呦，没有。跟你讲，你没有事做，不要坐李发言的椅子上。你已经不是剪头发年代了，你是掉头发的年代。你都会吓他。哎，女生。哇，长乐死条婆，今天好轻松哦，是不是？我真的可以好好做 vlog 了。我们不用睡那么少，像我昨天也是睡2小时。今天真的相对去年来讲，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这样大压力。肯定啦，你看你那个陈培勇不跑起来，他压力很大。平常这个时间呢，他应该是在睡觉、哦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们本来做这种啊，但是因为陪我关系哦，我们就改到很简单去哦。怎么能这样打女生呢？你是女生吗？莹莹，包庇啊！吹包庇，什么？你的脱发死掉，不是包庇。不要跑冰，不要跑冰。我4天才睡7个小时，他跟我睡15个小时还没有精神，你看。你最重要，亲爱的人不能少。我们这样应该是5个 tag， 终于成功了。我们呢，现在要拍裴勇撞飞我的那个戏，可怜了，我要被撞飞了。大家长乐受伤了，你们看他脸有个疤，是谁做的好事呢？是我，跪下来。Oh, no. 哎，你好，你很帅哎，你是谁啊？因为我是长乐，我是你的偶像，书生。想当年，这个坐椅子上的人是裴勇，报应来了，长乐，你觉得扮女生辛苦吗？头发很痒。演员的辛苦啊，今天连睡着也有了、啊。很累。我还更肿，因为那个楼里上不够人，所以我们就要下海啊。自己做灵眼，知道我们现在像吗？像去那种庙会一样。灵眼们加油！你们可以开心一点嘛。没有了，理你啊。哇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外面下大雨，我们真的是很落魄，来到第二个拍摄地方。乖宝宝，快睡觉。他真的美丽啊 ！Oh my god！ 你们看我的头发，油头发。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哎。对 ，I am YouTuber。其实这套衣服蛮好看的。到底造型师是谁呢？谢啦。大家，你懂为什么 ？Danny 不用梳那个油头吗？下面留言，我猜你们知道的。你好认真哦，你比对待我的感情还认真呢。哎，我们等了7:49，裴勇跟长乐还没有好。请问你们是一个家庭的吗？是呀，就是两姐妹哦。那个是我长坏的妹妹。你才长坏耶！你们全家都长坏。你全家都长坏耶。竟然可以拍4次，你们可以专业一点吗？忘记了，陪我们是导演，所以。那我是导演，我是不会乱骂人。你直接骂我？我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谁催我，我就跟谁翻脸。知道大家记得去年这句话吗？深深伤了我的心。有吗？有。各位，我们是 GD， 我是 G。我是你。You're my dog, got the spark. We're looking at the energy. We're gonna make it. You should be the star.
超过对手嘛，因为其他歌都会中满钱。五六七，又来两个。来，现在我随机找一位台下的观众，就是你了。来 ，Come on， 来，那。对。我跟你讲，平时呢，我们两个就是准时二人。其实不管是工作还是吃东西啊，我们两个每次最早到。我没想到哦，我影响不到我们的朋友。我们太失败了，是我们的错。各位哥，你们讲一个秘密哦，刚书生走到后脚巷了，他竟然叫我 baby。王八，对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书生私底下叫常勇是 baby， 所以这一次 MV 呢，我们拍三天左右了，其实蛮感触了。我们新年歌可以做到第三年，就代表我们依然还是朋友。哟，拍摄快要结束了，第一天我终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拿相机，因为我真心觉得我明白常勇去年呢，我每次拿着相机的时候要去撩他去弄他烦他的时候，他每次给的反应就不如平时那么活泼，就像我今天来撩你很难的反应，就是我有这样咩？有一点这样，有时候今天快要拍完了，所以比较放松。早上的时候啊，我跟朋友讲话，朋友就真的还在跟你讲话。真的吗？你不讲话？没有，因为我来的时候太 stress， 因为有一些画面哦，跟我们的造型有很大的出入。其实这一次比去年更难，更难的点是在于我们的服装其实多了很多，然后造型也多了很多。这种东西真的是，肯定你们觉得哎，才换多几件衣没有了。当书生去安排那衣服，我就知道这一次今年真的头大。书生有帮我哦，真的感谢书生。我心情好的时候，我自己还去淘宝买那个衣服。到底书生真正爱的人是谁呢？他刚才叫我 baby， 吓嘟嘟嘟嘟嘟，哈哈！哇，这个猎火车应该有40年以上的历史。你们看那个 button， 有人上多位哟，真的有点夸张。你只要加一点恐怖的音乐，开开心心最重要。藏到进来呀，五个人在那个电梯，但是我们五个都不敌一个配乐。跟你讲，真的好棒。你看你们开门哦。我祝你今年好运呐，我说新年。我看飞舞走掉哦，不跳跳舞的东西就不要拍我了，谢谢。宝贝，你头发痒吗？除了头发还有哪里痒吗？我买了一条项链给你哦，那这个珍珠英文叫 pearl， 佩玉的珍珠叫 real pink。佩玉有想念我们吗？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拍这个新年的 MV， 我知道你会舍不得啦，但我们其实一点都没有舍不得。Yes， 这微笑太美。长乐起来啊，长乐啊，乐乐啊。我们的纪律鼓掌，不是要管我们的纪律吗？宝贝，我女朋友不在家。很好，开心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第一天就这样结束啦。我们是陈冠希，老师不要讲出来，学就学。我们明天见，合同明天见。什么叫真正的好兄弟？就是当每个人做油头的时候，我选择让 Danny 戴帽子，他头沾到一点油，都直接。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相机拍了什么。我们影片见。Good morning， 昨天我睡够6个小时吗？今天的 vlog 将会很精彩，今天我有精神了，今天 vlog 会很精彩哦。但是我的重心还是放在岛的部分嘛哈，所以常勇加油，看得出我60岁之后长什么样子吗？其实你不花就已经像我。你这怎么会有这么帅的老人家？这样的老人走在路上，还是阿妈都会。你们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啊。来 ，good day，good day，good day， 来。哎，你们在拍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你们在拍Astro？ 大家，我这个老人装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哎，我的画面是这样子，几个小家伙想要吃藤条咯，还像个老人好不好？你也看不出很老人，没办法，天生丽质啦。现在看起来比较老哎，真的吗？平时看起来比较。啊 boy， 怎么睡觉？我以为你死了。又来讨了。哦 sorry， 我看到。哦哦。老哥哥。妈。这样多好，你再给我这个戏吗？不可以，有家长在，我们要拿捏分寸。什么鬼？累呀累呀。哇，很亮。今天就只在家拍，但是不懂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累，可能是我太轻松的关系，所以反正我觉得很累。你知道为什么你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精神都花在昨晚下的，可以睡觉不睡，一直拍拍拍玩玩玩，你看到现在没有精神了咯。
太薄了，打他屁股我手也痛。虽然第三天不是陪我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拍这一组男女照，也很爽。三二一，你在先陈冠希，这是梁姐，我就打那里面陈冠希。梁姐，不要这样。真好，讲话要讲来。马先抽身，来三百块，不要这样。你这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两天抽一次，三百块。哈哈哈哈哈，这不是好喽，三百块。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阿妈看，哎呀，阿妈你看，不要不要出脚。快有谁过来呀？哎呦，我底裤要走光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换装一起投了，唯美啊！不要看，拜拜。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新场地了。他们就是布置到很厉害啦，因为我之前来过这个地方哦，他就只想做只是些东西包。所以你们知道这布置的重要性吗？现在布置花多少钱？计算啊。三百块。我要等你 Q 你三百块。哎呦，六五，三六四啊！哎呦，六五 ，Take one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action。各位，我们至少拍了八个 tag， 目前我是一个错了没有，因为。我就打到他宝头大力，我太难了。那今天比去年更挑战的点是在于我们拍 MV 以外要拍 TVC 的难度是肯定更好玩的。Yeah， but I still， 别别别乱讲话。刚刚很好玩。Yeah， 出生气了，他开始不说话，他去了。哎呦，好醉啦！开心开心，醉啦！谁把光推回去？哎呀，靠近一点，眼神交流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有没有比常有更香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不要看我。哎，真的走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哇！这样子来，来演一个。I'm a beauty。喂，快点演！你不要打我呀！这个美女，这个美女还是这个美女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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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刚刚终于拍完了 TVC 的广告了，所以之后呢，在新年期间打开电视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脸。耶！这样如果没有打开电视，你就这样子看 YouTube 咯，看我们的 MV， 看我们的幕后，还有一个番外篇，拍几百个影片出来，就为了你啊！要不是你突然闯进，各位，我们 MV 拍摄来到第三天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。那第三天呢，其实有发生一些小状况，我们的长乐哥哥呢。所以很痛，他讲我看不到东西。太痛了。Sorry 哥，这个不是小状况，这个叫现世报。我天，水玩得这么开心啊！现在长乐正在做眼睛治疗，哎呦，左眼打开了。对他讲，他在暗暗地方可以看到东西。一块报应。我的是那种一点一点的报应，他们是一次过来。开个心情最重要，心里一定要热闹，欢欢喜喜最重要，所有坏事跑跑，真的心情最重要，心爱的人不能少，你呀你呀你就是你，给你唱歌。哦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来吃团圆饭喽。自己够用就好，反正我忘记
我要给书生气哦。所以我们这一团是开开心心最重要的一团，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，今天我要带你们是全马最好吃的什么 swim king king go la creamyria。 各位讲哦，这个 opening 这一条路哦，常有一些 NG 几次，他说哎不好不好，再来再来过啊，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状态认识这一个 king can go。 哇，今年是什么 king can go。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必须诚实讲，这是我目前真的应该是 top 3 Nestle 最好吃的 ice cream 了。刚费用讲吗？这个是啊 top 3是吗？不一样啊， top 1是不是？不是， Nestle 每一个 ice cream 都是我的 top 1。哇！跟手跟手。来了我们第三天的最后一个场景，什么场景呢？裴勇就是特地找来拍。我一来的时候想，哎，这很特别耶，到底是属于 bar 还是属于 club 呢？人家讲没有这个。为什么 Danny 懂？长什么样子？因为陈乐跟我讲，你们看见没有？哇，厉害哦！其实我们这个 MV 拍很辛苦啊，因为长乐眼睛痛，他现在去看医生了。我明明在导一个 MV， 好像导到变成这个武侠片，每个伤痕累累，这个哪里痛？这边痛。这边痛，我头痛，刚买止痛药。长乐是眼睛痛，我其实这边我已经 feel 到已经有凹色了。啊、我好像，我 feel 到我要死哦。可以养只倒霉。那什么要死吗？他有空都要死。你觉得这个造型你设计的如何？非常完美。导演觉得可以吗？这个造型完美的。这一次真的是服装主要特别的加鸡腿是不是。原本哦，才鸡腿吗？不要加五千，他想加鸡腿，好了，加鸡腿了。哎呦，加五千哦！哇，给我一两，加一两圈。哇，我们的打扮红黄，很 Chinese New Year 啊、嗯，要多一个绿。哎，没有，红黄绿是谁你知道吗？我不要乱讲，你不要乱 Q 我。果然只有阿涵可以配合到我的律动。那我这一段没找朋友拍吗？懂个去自己讲自己。1 2 3 go。我们 MV 里面两个爱扮女装的两位男生，看一个星星，变魔杖，变魔杖。哎，我出来。还有什么复古舞，然后还要跳大风车出来，很老了，烦死我！眼睛已经不行了，他头很痛，然后还这么卖力的跳舞。哇，这太累了，你试看拿着这个，然后再跳。这个真的很重，那个抖音显得不错嘞，你金水有在吗？有在用剑啊！我好累啊！请问我刚刚这么卖力，有没有加薪呢？加薪吗？只有家今晚多睡一晚，你准备来我房间了吗，宝贝？你怕我了？这个妹妹竟然有姐姐 ！Oh my god！2021新年歌，开开心心最重要。It's the best。最爱的人不能少，你呀你呀你。
把新年目录看完，那影片然后就呢，其实有个小惊喜要给你们。今天开开心心的话呢，我们已经做好啦。那把影片看到最后的观众呢，你们有一个福利，因为我们这个新年目要做十件的新年周边抽奖。抽奖方法很简单，按赖我们开开心心最重要的 MV， 按赖这个新年幕后花絮，然后在新年幕后花絮这边留言，这是一个卡通版的我们，这边就有开开心心最重要的一个名字了。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衣服呢，因为它是 sample 的关系，然后我穿到这个 size SL， 平时我比较会穿 L size 啊，就是有点小 oversize。那我会跟你们讲这个尺码的关系，是因为我们过后也是会售卖这个新年周边。所以有看这个影片的大家就大概知道你们要穿什么 size， 要买什么 size 了。影片的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把开开心心最重要的 MV 看100遍，然后把这个新年梦话剧看100遍。你们以为影片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大家好，人家是飞鱼喵喵。这一次就是不能过去，真的很伤心，但是又很开心。因为我怕被写成牛年的什么吉祥物，反正都很大，感觉是令人觉得很不悦。然后常有的幕后 vlog 没有巴掌，实在是太难过了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叫常有包飞机把我运过去，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我，期待我2022大回归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太丢脸了。